宝宝，我回来了，米呢？你已经3天没有跟我讲话了，你要这样继续冷战下去吗？酒楼主办的新婚夫妇比赛，我们赢了第3名，奖品是价值5000块的双人旅游配套。哇！哎，叫我们几时去啊 ？Excuse me， 我们还在冷战。哦、oh, ，你讲话了。哼，看你样子应该是不会去的，是？反正这里都没有写一个人不能去，这样我就一个人找个机。一个人马杀鸡，一个人吃补费休息，一个人划舟看风景了不？这不是他去我不去，不是我去他不去哦。喂！ I wanna be, I wanna be, I wanna be, I wanna be your baby bee. I wanna be, 可不可以？我们就靠在一起，爱上你。怎么拉我去一边？老婆，我那个，OK OK OK， 深呼吸来。OK，、嗯、只要照着你的感谢词讲，一定不会出问题的。可是，老公、嗯，你要把握，好好表现你自己，知道吗？20。那个主持人讲哦，感谢词要讲日语哦。你不是每天和我讲日语的吗？嗨，古天一，多么大吉，你能多么大吉 ？Best friend， my best friend， next character 哦 ，me， 大熊大大。I'm actor， you got movie 哦 ，find her， OK。おいしいね。皆様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今日は面倒の昇進でありました。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さあ、次はポリネーターのデザイナー。お疲れ様。頑張って。頑張って。こんにちは。すみません。天宇这么都不讲话的。那些日本人哦，要他讲日语啊。天宇不是会讲日语吗？大雄跟我讲他会讲英文咯。すみません。其实我不需要你们明白我讲什么。因为这些话，我只想对一个人讲。me 啊 me， thank you me。老婆，波利纳达的灵感是你给我的，没有你就没有波利纳达，没有波利纳达就没有今天的福田雨，谢谢你，老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你是 ？My precious， 老公。哇，好啊，韩志哥，哭到这样感动哦，我一定要拍下来啊，以后演戏的时候哦，可以参考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。え、你是アクト？アクト。はい、你好。はい。这个是。
奥运心内。我不喜欢你这样，你不跟我讲话就算了，不要一直在我旁边打哈欠。这样你要不要我开哦？不要。那我有问你的，是你自己讲不要的。就算我笨，我也不会笨到给女人开我的车。你够了啊！要不是看在那5000块的旅游配套份上，你会跟你出来咩？你们女人真的很啰嗦，你不用一直跟我提冷战的事情，我记得 ，OK？讲好这一次出来旅行是各玩各的，油钱掏钱全部 AA 在。哇，下雨天更闹碎哦。Well， 哎哎仔啊。嗨，叶大雄。嗨，你好。啊，manager 你好。manager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第一次来日本，对不对？已经去游过，游上完水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富士山去过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明天带你们去。OK， 这个是剧本，我希望你能 catch 个屁的角色。来，我拍日本真实版。没错啦。我们的公司呢，以下都是专攻一些写实型的电影。写实型电影听过没有？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等你试过你就知道了哈。我们这次从好莱坞那边买了这个版权回来，一直在等一个对的人来演这个角色呢。妈，你知道什么叫国际脸吗？不知道是不是？那正面像马来西亚人，侧面像泰国人，四分之三面像韩国人，背面像中国人，他绝对是你找的国际脸。外形我们先不谈好不好？剧本看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马上试镜好不好？干巴点呢？干巴的你！想要吃我手上这一块肉哦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请问十二生肖里面哦，谁是丹丹？不懂耶，答案就是你，因为虎视眈眈。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好笑哦！大雄，这么你没有事坐那里发坐啊？像这个表演哦，是要有爆发力的吗？讲讲，我够不够爆啊？够！你看导演挺喜欢哦。小林啊，有衣服吗？因为我的裤子也爆了。汤本先生，讲讲我刚刚演到讲。我觉得我的导演呢非常喜欢你的表演呢，你的机会非常的高哦。不过下次没那么快知道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明天我们的公司呢会开拍一个 RV， 六个故事合成一个电影的 Slash One。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，没关系了，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拍电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RV 一听就知道很厉害的，演啊，我要演啊演。OK， 那么明天见哦。明天需要很大量的体力的哦。你？不要让他太累哈。就到。RV 是动作片啊，为什么需要很大的体力的啊 ？RV。RV 你也不懂 reality movie 嘛，就是你没看电视的吗？很多人在那边啊，鬼哄鬼叫的，哇，需要很大量的体力的，所以明天要加油了哈。OK， 干嘛的呢？再见啦，再见啦，阿里嘎多。大雄，你是日本明星了嘞？我是明星。幸好抢得快，爹最喜欢的我们了。这我要拿给他。
不好意思，想请问一下两位是2046的旅客吗？是啊，什么？哦，因为等下我们会有两个团的旅客要下来吃早餐，所以担心地方会不够，想请问两位可不可以一起坐呢？ OK。咦，你喜欢吃 omelette 吗？不是我，我拿来 deco 碟子吧吗？很美哈。Excuse me， 这个盒我不要了，你帮我收掉，谢谢。哇，男人80岁前都不可以重的。哎，すすみません。哎，小林，你怎么穿到这样啊？长本先生讲女主角临时放鸽子，要我顶上，不然他就不要拍了。这样你就做不到日本明星了。可是我很怕，我又没有演过。小林，你为了我，小林你不用怕，你跟着我就可以了。哎。你们两个准备好了没有？可以开始了哈。我们都还没有看过剧本，我们演什么啊？你演女人，你演男人。阿威就是没有剧本的，临场发挥的哈。什么意思啊？一看哦，就知道这个导演是走艺术风格的。这种导演哦，还没有喊 action 之前哦，都不知道他要拍什么的哦。哎，director。You, come in. Push her. Finish her. You, sit here. Sleep here. Shout here. What do you mean? 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惊悚片来的。小林，等一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在那边哦。我一冲进来就把你杀掉。啊、OK。去那边。Action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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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それは何？見て。喂，你怎么？你们没有看过 AV 的咩？戏都是这样演的啦。AV， 你不是说拍 RV 咩？我们的 AV 都是真实的，难道还不够 reality 咩？大雄，我们被他们骗了。很安啊！是咯，以前我看娱乐新闻的时候都不相信，原来娱乐圈真的是这么黑暗的。我是讲客厅很安啊，你又没有交电费啊？之前一直筹备去日本，所以忘记了。看来哦，我演艺的路再走下去，也会好像现在这样继续黑下去的。大雄，你要放弃你的演员梦啊！既然你讲哦，娱乐圈这样黑暗，不如我早一点退出咯。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哦，你讲我已经转行了啦。是副导演阿义吧？要讲你转什么行好呢？喂，副导演啊，大雄他已经韩国偶像剧。喂，一吧，是，有，你的手信哦，怎么会少嘞？像那个韩剧讲啊，这样啊，等一下见啊，小林走了，去哪里哦？
今天12点了就截止试镜了的，再不去来不及了。啊？你看得到路吗？哎，各位小心啊！好，谢谢。喂，你怎么上我的船呢？不是讲好各玩各的吗？你会划船吗？怎么不会？你这样喜欢装 man， 这样喜欢滑，滑爆他啦！哼。不会的哦。那，有人推的，谢谢你啊。我要去那边，那边看荷花。看什么荷花？来到这边当然是看原住民的部落啦。去那边。看什么原住民？我要看荷花那边。原住民那边。那边。那边。哎呀，我要看荷花。喂，你不要乱来。我来呀。我来。你都不会的。不要抢，小心给别人喂。不要玩！我要看你给回我！喂！啊、你看你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，OK？ 像现在怎样哦？可以怎样哦？等哦。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去不？游去岸边找人帮忙哦。你会游泳吗？你这样滑，滑到天亮都回不去了。不然怎样？你肚子又饿又怕黑，然后天气又这样，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回去岸边的哦。你不是讲过女人80岁前都不会宠的吗？对我这样好的吗？我几时有讲过这句话？你自己吵架讲过的话你都忘记了、啊、哦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冷战呢，是因为我讲过这句话，还是因为我买了房子，还是因为你投资户口亏了3000块？我的户口亏了3000块？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讲过那句话，还有就是买房子的事情啦。太豪杰，我现在生气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你连我生气什么你都不知道啊。我生气是因为你未来要存钱买房子，搞得自己整天做工没有日没有夜，没有时间陪我跟 BB， 连自己身体都搞坏了。我哪里有搞坏自己身体？像抽屉里面那两排盘的都谁吃了？难道你不想住得比较舒服一点吗？你不想我们以后的 BB 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花园玩吗？你不想在自己泳池里面游泳吗？喂，几次游都可以的哦，24小时的哦。到时候你就进医院了咯，叫游泳吗？还有哦，你其实有看过人家有钱人的家游泳池哦，有人游泳的、哦。太，阿明以前哦，一个人很辛苦才把我养大。我长大之后就告诉自己，我不能让我身边女人受苦的 ，OK？ 可是未来要住什么大房子哦，能牺牲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叫我宁愿不要什么大房子哦。这样啊，取消定金，要亏5000的哦。你不舍得心痛的话，我给啦。喂。男人哪里可以让女人出钱的哦？算了，这边亏了就从另外一边赚回来咯。这样，你不要买那个屋子啊？买了老婆都不开心，买了做什么？对啊。少丽啦。喂，怎么还没有人叫我们的喔？喂，回来，索利，回来。Cheers! Congratulations! 不过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去日本看你领奖。大丈夫，老婆有跟我讲哦，你们两个忙着吵架吗？也忙着和好。哎，听说大雄在日本当明星哦。他不只是明星，他是 AV 明星。什
对，听说啊，出奇的日本 A V 的男人呢，全部都是脚短短、样子丑丑的。说，多贵哥！你们两个时常看这种戏的没？没有。眼睛往右上方看，证明你们在说谎。他没有插手机都知道我不说谎。哎，韩姐，你等。안녕하세요你不是在日本发展的吗？不讲韩语的。喂呀，大雄要当韩国明星了哦。韩国。